可不可以请真玲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CNEX 出品，就是即将要出品的其他的纪录片呢？好，那我先讲一下我们最新出品的一些片子哦，例如说教改学堂，它是去年 CNEX 主题纪录片影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影片。去年我们的主题是教育，那我们也针对了台湾历经教改20年的一个历程做了一个反馈，然后也访问非常多的教育部长、家长，甚至是学生。那导演张昭维刚好也就是我们 CNEX 的制作总监哦。那这部片在今年刚推出发行 DVD 的时候，一直反应都非常的好。那我想刚好也跟今年是12年国教刚开始实行很有关系，所以家长、老师都非常喜欢，非常想要看到这部片哦，所以就是非常的热络热门。对，那另外一部片也是今年刚发行的，叫做《蓝绿对话实验室》。它其实又是前年我们的这个 CNEX 主题纪录片影展《青春有为》里面的重头。那导演傅瑜，她是一个年轻的导演哦，非常年轻的一个女孩子。然后她拍摄的就是这个蓝营绿营里面的年轻人，希望他们产生一个对话。那刚好今年又有这个所谓的学运事件，是，那其实也是一推出就是受到观众非常大的欢迎。那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新的发行的影片，包含了去年也是主题纪录片影展里面很好看的一部香港影片，很年轻的导演黄兆邦所做的子非鱼哦，很有趣。他讲的是香港一个叫做鲜鱼行小学，鲜鱼行小学哦，它是一个边缘学校，专门收贫穷子弟。那里面很多的小孩子，他其实是中国大陆这边的移民家庭哦，比较底层或是其他东南亚地区移民家庭的小孩子。那其实他们生活非常的困苦，他们住的地方比我们完全无法想象，叫做党房哦，就好像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套房，就挤了很多人。可是这些小孩子却是古灵精怪，然后生动活泼，他们完全不觉得自己是很可怜的。那他们还是一个非常有趣、活泼、很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的一群小孩子哦。那是我们故事的主人翁。那这部片在香港其实很不可思议的是受到了极大的回响，我们上映的时间非常的长哦，我将近有2-3个月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因为我们在香港觉得说纪录片嘛，然后又探讨这样子的社会议题怎么会是受到这么大的欢迎。那事实上这部影片它是细水长流，那也得到那个香港各方面社会不同的 NGO， 那不同的名人甚至都愿意来为这部片来做代言跟背书。那这部片也是我们预计在今年年底会出 DVD， 那台湾的观众也可以就看到了。是，刚刚才得知真玲说其实未来2年的国际纪录片影展的主题其实都已经确定了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帮我们预告一下？好的好的。因为我们每年哦都会先预定好主题做纪录片征案，就是资助华人的导演拍摄这样子的主题。爱却爱来就是2年前的《爱的消失与重生》，那接下来的题目叫做信任感与安全感，所以明年的纪录片影展会是这方面的一个主题。那后年的主题更好玩了，叫做网络与人生。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这个人生7件事你都可以在网络上操办，它已经不是一个虚拟的世界，它似乎就是真实。那我们也针对这个题目来做一个两岸三地华人导演的征案，那我们也很期待就是2年之后可以看到有什么样的作品产生。是，那今天非常感谢真玲帮我们介绍 CNEX 的国际纪录片影展，谢谢真玲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各位观众。